了解上班族，我就去当一日上班族就好啦。我来那么高的地方干嘛？因为想确认一件事情，你现在对我真的没有感觉了吗？这跟贴隔热纸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啊，因为在这里你哪都去不了，能做的就是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走开！这次可是你自己主动扑向我的，谁雨龙？黄山虎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。离开？是谁离开的？是谁消失三年的？如果你当初没有划清界限，我不会走的。你现在的意思是说都是我的错咯？我们两个应该都有责任吧？我不贴了，我要下去。你没事吧？